您好啊，非常高兴见到您。咸肉白菜，炸鸽子，馒头炖粉，这是你应该最喜欢吃的那个饺子。哦，我从小吃的。甜的，虾仁，虾仁。Also good, you know, deep thoughts come from good food. This is, you know, right off the top of the United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 was a restaurant near where we lived, a Chinese restaurant. We went there almost every Sunday for a long time. So that was a family tradition. 跟我们小伙伴们说，就是说啊，我想你了，或者我爱你啊，就是说，哎，那个什么，回家吃饭，然后那个你饿不饿之类的。Wonderful way to connect with them. Yeah. So many conversations that we had in my lives that were important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Because we're around the table together, sharing a meal, whether that's as a family, whether that's with friends, whether that's across cultures and countries. Yeah.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在这个上周啊，习近平去湖南视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习近平要求当地的湖南官员，要向他来汇报啊，有关于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计划到底执行的怎么样了。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有一点心急啊，你老人家啊，刚刚是发布了相关的指示，现在就要当地的官员来执行，看来呀，现在躺平还真的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几个月以前啊，一个多月以前还是两个月以前，沈晓明湖南省委书记着急在湖南搞什么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大家赶紧出主意出点子，因为他真的是很焦虑了。沈晓明是个医生出身啊，真的是当一个省委书记有一点勉强他了啊，面对着这么一个技术的变革的时代啊，他是真的很焦虑。这个时候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就落实到了，实际上我的破解就是他已经知道消息，习近平要来了。 OK， 那么这呢也是何明先生今天啊为我们透露的他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啊。当然为什么提出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新质生产力呢，也有几种不同的解读啊。一种就是的确是急迫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我们叫做引擎啊，因为传统的引擎已经不够用了，现在中国进入了新的结构性转，就我们叫做一个转型阶段啊。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重点还是在新质两个字上。有人说啊，之前啊中国呢叫做通过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或者是通过鲶鱼效应，以西方的先进的技术来为某一种模板来找到自己创新的一条道路。而现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原始性的创新，这一点啊似乎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啊，西方的学者对于习近平这一种转向高技术制造业，而不是依靠激励国内内需消费引领增长的方式，仍然是有很大的怀疑心。这呢也是近期来自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的内容。文章啊，首先是关注到了现在啊，中国的14亿公民仍然是有较大的储蓄囤积，而不是消费。哎，这样的这个国内需求持续是比较薄弱呀，也让大家担心习近平所倡导的这一些高科技产品到底卖给谁啊？如果大家国内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的需求，是不是最后只能以倾销或者是低廉价格出售的方式被倾销到出口市场？那么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是可能会接受中国的便宜商品充斥整个市场？目前来看，至少是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啊，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停止
地方政府的啊数万亿美元的不可持续的债务不断膨胀的趋势，停止中国过去几十年房地产开发商高歌猛进这一种浪费性的投资的生产方式。似乎大家呢是认同习近平在对中国经济转向修正方向上仍然是做出了某一种正确的决定，但是习近平真的能够找到啊新的增长驱动因素吗？这似乎是更加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真正具有争议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专家呀也普遍说习近平呢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是有挑战的，相反啊他知道自己可能是把中国引向了某一种未知领域。比如此前呢中国的官方媒体就曾经报道习近平说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但是我们要继续探索勇往直前。哎，继续探索勇往直前其实透露了两层内涵，第一继续走不会回头的，不会回到过去这一种高歌猛进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是探索，也就是这条路呢前人也没有走过，到底能不能够走成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呀这个投资占到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GDP 的比值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说呢的确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到 GDP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般是在30%到4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呢是比较低的，一般是20%到25%左右。但是即使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在过去20年的投资比例啊一直是40%以上，仍然是占比比较高。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一些投资中有2/3都是流向了基建和房地产。现在呀大家已经发现不管是基建也好还是房地产也好都有巨大的浪费问题，并且呢这一部分的投资没有很好的转化成为需求和其他经济增长的动力。哎，那么我们谈了几点，第一中国的确是有投资过高投资低效的问题，第二呢过去的这种增长方式的确是不可实现的，第三习近平似乎的确是有勇敢探索同时也要继续把这一条路走到底的意愿，到底能不能成？何明先生大话题啊，有一些量化的基本的分析都显示出来发展中国家当然是靠投资，但是中国的投资仍然是这么长时间持续投资，而且占了这么大的一个比例，说明了什么？到底当然是一个错误啊，错误已经反映出来了，房地产的雇人。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会产生房地产的雇人呢？几乎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毛病。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最普遍就反映在房地产雇人，所以在出现了一个很多地方的房子都是十年为一周期啊，因为普通老百姓呢一般来讲投资啊这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寻找其他的投资管道也比较少，所以房地产几乎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除了像欧洲个别的房子啊个别的国家我们没办法讲，比如说奥地利啊或者是德国啊，它是相对啊这个房子不是那么市场化，但是多数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啊这个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都是靠这个房地产的驱动，所以这个本身不是个问题，问题就是呢啊中国的体积实在太大，而且它的底子实在太单薄，所以它这个膨胀实在太大，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如果一旦真正的爆炸的话不可理喻，不可想象，所以我们在华尔街论坛一再强调的是中国政府主动去把这个东西给刺破，这是很关键的一条，但是这个里面涉及的不仅是房地产本身，涉及的周边的这个行业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当房地产泡沫刺破的时候呢影响这个周边的传统产业很严重，那你怎么办？政府只能做出某一些妥协慢慢回调一点，但是他也不能回调太多，回调太多了等于前面的功夫就白费了，那新的情增长点到底在哪个地方？那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都面临这么一个困惑，像日本它就是朝着原来的产业的方向继续发展，结果发展呢发现呢很多原来的优势啊慢慢被美国超过了，原来它有很多优势，后来美国的新的技术啊日本反而没有跟上，那这个中南美这些国家基本上就是被一波
啊，发展潮流一来就冲垮了，他再也没有延续的力量。所以南美陷阱、日本的衰退给了中国一个警惕。但是呢，你看欧洲和看美国的发展之路有一个样板，这个样板是欧洲到底是怎么崛起的，美国到底是怎么崛起的。你一个意义来讲，简单来讲就是靠新的技术，新的技术的驱动筹集取代了很多的驱动力。比如说美国也一样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力量房地产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有钢铁钢业，它有铁路，然后后来有民航，有汽车制造业，它有很多新兴的这个制造业在驱动它啊，驱动它。那个时候就是战争给了它很重要的力量，新的技术给它大的这个力量。但是中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就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这样一种产品的一种制造的一种生态环境，它形成了。也就是说中国只要稍微转向一点，它用另外一套的方式仍然可以来寄托在原来的生态之上，就是新技术革命的这个这个改造呢，并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需要战争的驱动啊，它本身通过这一个一种全球化的一种市场就给它巨大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表面看中国是一个冒险啊，各种媒体啊都是不看好，因为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事实上这个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之大的，不是很小。那么说这个话题啊，刚才何明先生提到了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中国所提供的这个庞大的市场。今天呢，这就是我们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来自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啊，也提出了一个警惕，就是什么呢？发展中国家虽然理论上来讲可以成为中国的所谓新质发展力的这样的一个吸收之所，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对，他们自己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内生产力，是不是愿意让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完全冲破自己制造业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啊。当然我们首先说一个问题，从现在的资金面上来看，的确呀，过去的这个信贷部门啊，那么是向房地产、向国有企业进行倾斜性的贷款非常的多，这一点呢，在今年的数据来看，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向。那么消息人士啊，也向《金融时报》透露说，现在中国这个央行啊，也在设立一个新的信贷市场部门，专门就是引导中国450,000亿的银行业要优先向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部门来提供资金的支持。目前的情况啊来看，的确我们在这个潘功胜在1月份对记者的这样的提供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绿色贷款、技术贷款还有长期高质量制造业贷款的增长率，在2023年是明显超过了中国整体的总体的贷款增长。房地产的贷款以及呢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贷款的需求反而是大幅的下降，的确这种转型已经在发生了。但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现在是多少呢？哎，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已经到了31%，就是全球的制造业比例中有31%是中国制造的。那除非是世界各地真的是对于中国产品需求大爆发，到底怎么吸收掉这一部分的制造还是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可以替换，对吧？啊，中国制造的这么便宜啊，同时呢又能够为你提供，那你自己本国就不用发展制造业了。这或许啊就是中国现在的悖论。为什么呢？哎，西方可以收缩制造业，因为的确和中国相比没有价格优势，但是呢西方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又对于中国的产品是非常警惕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大家往往不愿意在没有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的时候就牺牲自己的制造业，因为人人都知道靠金融立国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老路，有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在这一方面是吃过亏的。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呢其实就是荣鼎集团的两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啊，一位呢是荣大聂先生啊，还有Daniel Rosen， 还有另外一位呢是 Logan Wright， 就专门研究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一位专家，他们在最新的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警惕。首先呢他们也承认说，不管呢是金砖国家、东盟啊、拉美啊，还是非洲，对于中国来讲啊是更加友好的市场。但是有一个问题，第一，这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收入水平比较低，所以这个能够支持的产品的购买需求也相应比较低。另外呀，这一些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需要国内产业，往往啊他们看到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么强大的时候，也不希望自己本身国内很脆弱的产业完全就被中
国给冲垮取代了。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也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就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工厂的排斥。那我们看到巴西的工业部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已经启动了6项法律追溯和调查，包括钢材、化学品、轮胎产品，这个我们叫氢硝等等等等。越南之前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到越南与中国现在似乎是形成了某一种共生共益这样的模式。越南呢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制造基地，现在看到中国的制造能力这样强，又在越南啊搭建了厂房，越南也不干了，现在越南也在调查中国制造的风力涡轮机塔架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倾销的现象。哎，还有泰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呀，但是现在泰国方面也指责中国在逃避反倾销税。同时啊，出口到墨西哥的大量产品也被墨西哥征收了大量的关税。这呀就是现在中国这个过剩产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全球范围内似乎针对中国的产品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发起了一个保护主义的浪潮，这呀啊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此前我们为大家介绍到啊，这个黄一平教授以及卢峰教授啊那么在一个政策会议上呢，其实也讲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啊、讲得比较温柔，哎，讲得比较的婉转。那么呢有一位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也在现场啊，就说他们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小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现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不能这么做了。对啊，这样的一点，这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我说产能过剩呢、啊、不是中国无能呢、啊、是中国太有能力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需求不足不仅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国际需求出了问题。的确啊，那现在啊我们就真的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啊是瓷器店闯进了一只大象，其实啊你进入瓷器店没有什么，如果你是一只瘦小的这个我们叫做小猴子啊，那可能呢不会引起太大的抵触，但是你是一只大象了，你进到瓷器店里啊难免就会撞翻一些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货架上的产品。但是啊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匿名的北京方面的顾问也说呀，说政策制定者呢也不会再我们叫做按刺激按钮再回到过去的这一种模式。为什么呢？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就表示过，说过去的这一些改革和去杠杆的努力不能够付诸东流。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一些经济顾问呢认为，现在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种困境仍然是在处理上一轮刺激所带来的恶果，就是2008年后。那我们看啊，产能过剩，制造业这么强，在整个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发展中国家好还是发达国家也好，都可能会遭遇逆风。哎，消费端这个作为这个激励需求的一个办法，北京领导层又不认同，认为呀，现在通过消费需求的激励可能会重蹈过去的覆辙，再次加杠杆，让过去几年辛勤的努力都废了。到底怎么办？现在的确是我们叫做啊两难之境。那到底怎么办呢，何明先生？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改变这个生产的内容，改变生产的品质，改变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就像我们媒体也一样的啊，基本上差不多到了末日了。但是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变化。现在新制生产力有很多的嘲笑啊，真的嘲笑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因为有的人跑过来寺庙也是新制生产力，白酒也是新制生产力。但是在这个泡沫虚假方糖的后面有一个真实的产业在崛起，这个崛起就是呢我们80年代想象的新的技术的革命，不仅仅是中国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个很有可能是个主导者，甚至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一个先进者。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中国主导这个新的技术的这样一个生产。现在西方的这种抵抗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抵抗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最终是由看不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来决定这个东西啊，这个市场是有一个过程，除非你的产业真正在全球
市场里面最有竞争力，但是光只靠自己的政策去保护自己，这种是会被冲垮的。啊，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光只是阻止这个中国的产品的进口的冲击，可以保护了你的工人，但是你的通货膨胀呢，你的是竞争力呢，可能会越来越弱。我觉得西方现在倒过来了，就是我早一段时间判断了，我不是说东升西降，我是说西方会趋向于保守，而恰恰呢，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在中国的领导之下，有可能会，啊，走向更进一步的这个科技化的这种产品的享受。你甚至可能，比如说早一段时间我去中南美洲，就发现中国针对中南美洲的物价，它有一个它的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它可能比中国低，啊，那比美国更低。比如说一辆比亚迪，它在那个地方定价是$9000那你说这种产品的竞争力，那你可能巴西如果有自己的工厂，你可以抵抗。但是日本呢，美国呢，你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从大盘来讲，它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而这次洗牌的过程是中国不再是劣质产品的一个代名词。中国恰恰在这样一个关卡要经过一个痛苦的阶段，自己本身也经过一个痛苦的阶段，全球市场也经过一个痛苦的阶段，但是挡不了，这个是挡不了的。那么我们就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西方的经济学者经常会给中国提意见啊，中国要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中国来讲到底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呢？这里啊也简单为大家补充一点，当然这个观点啊也是荣达涅以及这个 Logan Ray 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到的，就是中国现在啊恰恰如刚才何明先生所言，是处在一个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阶段。为什么？这里涉及到中国的这个税收体制，中国从税收中所获得的收入大概是14%的 GDP， 这个啊比经合组织34%的平均水平差得非常的远，这是第一点，中国收不上来税。第二点是什么呢？税收的大部分是制造业的增值税，还有企业的税收，而不是比如说像美国这样是个人收入和国内消费税，就不是收入税和消费税。因此在现在中国的这个财税体制之下呀，如果你要向消费转型，变成 GDP 的大部分贡献来自于消费，那中国的税收就会出现大幅的下降。本来你的税收就低，还是来自于制造业的，现在你要是转向，在你税收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转向消费，你整个北京政府的决策行政能力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因此啊，改革税制这是必须的，如果你要向消费转型，你不能是直接让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的行政能力了。其实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宣布啊，要对于这个财税制度进行改革。那么荣达涅这篇文章啊还透露，基本上每一年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与中国的官员就有关于财税制度啊这样的一个财政改革的必要性进行相关的讨论。过去的每年里，中国官员都会这个对于啊进行财政货币改革的啊财政税收改革的必要性呢，哎，向 IMF 表示某一种这个哎欢迎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年呢，北京方面的官员跟 IMF 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建立了合适的税收制度，未来侧重于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直接增加财政的收入。当然这个信息啊，你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北京现在已经不再关注你 IMF 提什么样的建议了。第二就是有关于税收制度可能的确是已经进行了某一种内部的梳理，而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系列政策的宣布，对于整个的财税体制啊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席的讲话，你注意到了吧？对，有关于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贡献这样的一个。对发展的贡献有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比较温和地呼应了北京的这样一个转变，是不是这样？的确是，但是就是说现在到底怎么转我们还不知道。对，是不是之前建立的金税呀等等等等，实际上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对于个人的收入有更加明确的统计口径。那么未来整个的税收是不是会转向更与国际接轨的以个税收入和消费税为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增值税和制造业税为主，作为整个经济转型的必要的短期的一步之一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在观望，但是呢我觉得这是这一篇文章中透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哎，那我们也看到啊，现在有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刚才啊何斌先生讲到说的确啊这个大象太大了啊，对，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解
解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知道啊，首先呢，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呢是可以通过共生互利的方式，哎，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互相解决对方的问题。那我们还记得当时啊，这个特斯拉与中国的国内的车企相比，特斯拉是先进生产力啊，新智生产力。那么中国是怎样在培育本土生产力的同时，又引进了所谓的啊这个外国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鲶鱼效应。对，这就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你最开始给我的一个提醒，我非常感谢你当时哈。给我的这样一个提醒。哎，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看到，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更能接受的一种方案，就是中国来这儿啊，不是直接的通过我们这儿作为中转站卖产品，不是直接卖给我们，而是也作为和我们本地的企业的某一种合资企业。哎，我们本地呢也是你的供应商，你呢在我们这儿卖你的车，但是啊，供应商中有一些环节是由我们本地企业来做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哎，也发展我们本地的生产力。这呢是 JV 式的这样的一种生产，也是当时宁德时代怎么样发展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是不是给双方都各有一些空间呢？这当然是重要的一点。另外呀，中国的汽车到了这个墨西哥，到了越南，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对于越南和墨西哥这一些国家相应进口到中国的产品进行一些啊关税上也好、壁垒上也好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措施呢？让大家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不能说是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这呢可能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很难接受的。所以啊，我觉得呀，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解啊。同样呢，我们说啊，有关于这个新智生产力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智生产力？中国呢也需要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呀，很多外界的解释还是所谓的新智生产力就是制造业，就是投资啊。那么这呢，恐怕对于整个全球贸易体系来说呀，让大家想到的是80年代日本的钢铁，而不是啊未来，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做热核电站等等这一些新智生产力。所以在有关于新智生产力的这个界定上，也要更加的准确，而不能像新华社那样说，当时习近平在农村的时候啊，用沼气发这个照，沼气照明啊，沼气发电照明就是新智生产力的标志了。这样让人觉得啊，新智生产力是一个框，好像什么时候哎，电力，查查后来证明是个实办的。对，沼气在中国应该是个实办的吧？我没怎么追证，但是感觉好像。这种方式是对，不，反正不是新智生产力，至少不是习近平所指的新智生产力、啊、对那个时候他可能对于他来讲是新技术。对，那我们就说呀，说的确啊，这个新智生产力到底是哪一些方面，一定要有点有面，不能说我们现在搞的所有的这些制造业全部是新智生产力。那么这一些呢，不仅仅是造成信号的混乱，同时啊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抵触情绪，甚至对于中国产品的全面的封锁和抵触啊。那么这呢就是我们今天谈到新智生产力，谈到中国经济转型，为大家介绍的相关的话题。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都时间4月30日。这期热点深度关注，习近平终于把三周全会时间摆上公开时间表。欢迎来到我们的热点深度，关注三中全会终于宣布将召开。有观察者认为，习近平憋了这么久，延迟大半年时间，确实是因为本次的三中全会具有不寻常的重量与分量，和邓小平1978年三中全会带来中共政治路线关键性抉择完全不是一回事。北京时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每届三中全会大多聚焦经济及改革开放等政策走向问题，并多半选在召开党代会隔年的9月至12月间举行，备受关注。中共二十大是在2020届三中全会理应在2023年9月至12月间召开，
换句话说，根据以往的历史规律，这次的三中全会大约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半年，30年来首次在非计划内时间召开。南华早报的报道关注到，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提到，中国经济持续回升下行，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三中全会传统上制定未来5到10年的经济战略，通常被视为党中央5年周期内举行的7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届时，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376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将出席这次长达5天的会议。预计这将是习近平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第3个5年任期的决定性时刻之一，涵盖从经济到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广泛目标。预计会议还将批准一份内容广泛的公报，各级官员将对该公报进行剖析，并试图实现文件中设定的目标的方法。这是自1984年以来，党第一次没有在10年2次的党代会之后的一年召开三中全会。上次党代会于2020秋季召开，也就是习近平开始其第3任党总书记任期的那一年。在过去几十年中，尚使用它。在过去几十年中，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都是为了向党和公众提前发出下一个5年任期的政策信号。中国政府在周二的声明中没有解释推迟召开三中全会的原因，但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面临严峻挑战，以及领导层正在进行的清洗。中国政府也没有详细说明2024年7月全会的议程，只说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这次会议将在年底前召开，因此符合党章规定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的要求。中央党校培训高级干部的官方报纸《学习时报》前副主编邓宇文说，习近平去年没有召开全会，可能是因为他的第四季度非常紧凑，没有迫切需要批准他的政治议程。10月他主办了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他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邓宇文认为，前者是去年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后者是最重要的双边会晤，这两件事都需要他全力以赴。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说，全会推迟表明领导层对下一轮改革非常重视，他们不想仓促做出重大决定。去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习近平改革开放10周年。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都是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发生的。相反，领导层选择花更多时间听取党内不同意见，并在党内达成共识，因为他们知道三中全会带来的新改革将对中国未来5到1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谢茂松说，三中全会的宣布也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信心。谢茂松认为，北京对中美关系不抱任何幻想，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遏制中国已达成共识，因此无论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中国都将继续专注于自身发展并应对挑战。但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黄玉顺说，他不认为全会召开的时间与美国大选之间有任何特别的关联。黄玉顺认为，三中全会的重点一直是国内经济和平衡或解决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说全会将于今年夏天召开，表明现任领导层有信心成功应对所有潜在的内部团结失调或挑战。关注三中全会是因为会议上除了发布经济政策信号外，三中全会通常也是展示党内团结和提供被解职高级官员最新调查情况的场所。对于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被免职的原因，从中国政府得到的信息知之甚少。秦刚是中国最短命外长，他于去年6月失踪，随后被剥夺了在政府中的剩余头衔。李尚福是中国任职时间最短的国防部长，自8月以来一直杳无音讯，也失去了所有头衔。要将这两人正式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需要在全会期间通过正式决议。全会还可能揭示领导层对李玉超中央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决定。李玉超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因腐败问题正接受调查，但仍在中央委员会任职。
除了宣布召开七月会议外，中央政治局还就经济问题发出了一系列警告，称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必须协调一致，注重实际效果。政治局在新华社的声明中说，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我们将支持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时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报告称，政府应加快发行超长期专项债券，同时确保面临高债务风险的省、市和县减轻债务负担。路透社对三中全会召开日期公布的报道则补充提到，中共中央的三中全会经常以改革为其中心议题。最著名的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在中共前元老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开启了中国十年文革后改革开放的进程。2013年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在分配经济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过2018年2月超早举行的三中全会要求中共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并提议废除中国宪法规定的领导人两个任期限制。几天后，作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投票废除了宪法中有关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任的规定，让习近平有可能终身执政。新闻观察员何平先生和华尔街电视分享认为，这一次2024三中全会和之前邓小平时期三中全会带来政治未带来政治路线的纠正不同，不意味着中国政策突然转向，而是系统性的具体落实习近平的一些想法，同时也是从政策上、理论上，对全党做一个决策式、文件式的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习近平时期反而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中国想做的恰恰是在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下进行非政治化配套的经济改革。这种做法和大部分转型国家不同，其他国家先从政治体制入手，再进行经济改革，现在看其结果大部分失败了。中共则采取了非常保守的变革方法，甚至看起来是倒退僵化，带有某种毛泽东、马克思意识形态色彩。而在这表象下，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变革，让中国企业具备超强的竞争力，远超西方企业的竞争力配备。这样的经济力量其实让很多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中国竟然可以在没有完善法治的配合下，经济力量取得巨大跃升。这种力量的强大，强大到可以无视房地产崩溃、地方财务黑洞。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传统产业会强势，不听取西方政客呼吁，而且会在新技术方面中国会扮演主导性角色，尤其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方面中国都会扮演主导者角色，这会让美国感觉越来越焦虑。联合早报在分析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七月召开时则认为，预计这次高层会议将为未来5至10年改革方向定调，在风险和机遇中寻求平衡。与过去5年相比，中国未来5年的变数要大得多，外有地缘政治风险，内部则要面对人口龟缩、经济转型和楼市下行等多重巨变。新加坡华侨银行亚洲地区研究与策略主管谢栋林和早报访问时指出，决策层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梳理思路，以便为未来5至10年的改革方向定调，在化解风险和寻求机遇中取得平衡。2013年的18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为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20届三中全会则提出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受访时分析，三中全会预计延续决策层当前发展经济的方向，在之前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提升国际竞争力。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落实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会议还要求结合楼市供求关系新变化，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谢栋明解读，这些表述暗示中国在留有降准降息空间的同时，将解决楼市困境的抓手从供给的抓手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消费需求刺激政策也说明决策层正视问题，从解决市场痛点着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网址是 6WC。
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